给力了，三 M 的还有40个装的了，太开心了，拖着房车也不忘找口罩，好好摆还能多装点，耶、yeah, 超开心，超开心。本来我们去就是一般找口罩都去那个卖油漆的那个地方找，然后我们去了另外一个地方找，然后就找到了，太开心了。还有呢，再去搬一下。在城市外面的人就是比较 nice。Thank you so much. You're so kind. 他们还不知道限购，赶紧买单走人。出汗了，吓得。满满的一车，这回都扫光了，这回真没了。哎，这能看着我的汗，老热了。紧张兮兮的，像做贼似的感觉。哎，这边的人还不知道，现在是我在佛罗里达的中部开了一个半小时，然后可能华人比较少，他们还不知道口罩的事儿呢。又一次成功结账，太心里太舒服了。又来一车帮妈妈装呢，卡车装不下了，只能移过来，跟着忙活呢。Oh, you find it? Yeah. 装满。Yeah, 满满的一卡车，历史性的时刻。继续，还能有40多分钟到营地。